因应青年节，各个团南投县团委会每年拢会举办优秀青年选拔，表扬伫各领域努力工作、服务社会的青年代表。今年县内由南投高中美工科主任高家军得到上冠军，被代表南投县到台北接受全国表扬。用心教学的高家军相当受到学校老师、学生的喜爱，因此这届得奖嘛，让全校师生拢感觉非常光荣。111年度南投县优秀青年遴选第一前公布结果，南投高中高家军主任在各界精英当中得到全县第一名，并代表南投县到台北接受全国表扬，让学校全体师生拢感觉非常光荣。南投高中很荣幸有高家军老师在我们学校的服务，也为学校争光。他这次能够荣获南投县代表参加全国的优秀杰出青年表扬，代表了他明智时归。因为他全心全力的是投入在教育，所以很谢谢我们有这个老师，学校以他为荣。有好人缘的高家军，在学校唔但受到大家喜爱，对教育的热情更是让人欣赏。唔但亲身了解每一个学生，嘛写真侪计划案申请经费改善教学设备，并带领学生为无同的角度来做学习。这届得到优秀青年，会当恭喜是志名归。我很感激我们学校所有的同仁，其实我们学校所有的同仁对学生都非常的照顾。那我们只是把我们平常在这几年上课的一个师生共同创作的一些成果来把它带进来我们的资料里面，那其实里面有辛酸苦累，那也有非常非常多欢笑的一些结果，这些结果让评审看到了我们的努力，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幸运能够最后获奖，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孩子们天天这样子相处，无形之间引导了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教学相长的一个部分，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收获。这届代表南投县接受全国表扬，让学生拢为高家军感觉真欢喜，也感谢伊伫学校为大家付出。主任会申请经费让我们出去参访，我们可以从就是参访之中学到很多东西。我很感谢主任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机会。主任在美工科付出了很多，他算是尽心尽力的把自己的很多时间都付出在这个科系上面，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感谢。在主任身上我可以学到可以把你的眼光放很长远，然后去看未来的各种事情，不管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主任都会亲自去跟你聊天，然后去了解你这个人。就由社会力量发掘在地优秀青年，希望借着他们的热情和关怀，让公益活动会更加落实，也让社会更加和谐健康。记者李伟定采访报道。